嘢心態，係錢作怪定係心理變態？點去理解？只感到個社會越變越壞，學生越變越怪，喺班房邊嗨邊將毒品販賣，但正所謂有價無類，偏偏有敗類當學生係泄欲工具。幹佢嘅身材係身材工具，每當佢想講佢，黑幫點會放佢？睇中你無知，貪慕虛榮，成長喺單親家庭，氹兩氹俾啲甜頭，你就乜都應承。出賣肉體，為咗條仔，吸食毒品，搞到人唔似人，鬼唔似鬼。啲靚仔連群結黨，以為好威，揾個大佬跟，咁先算係巴閉。其實你仲計，佢貪你仲細，走私販毒掩人面目，你已經做咗佢嘅奴隸。殺人放火作奸犯科，唔覺有問題，奸人努力出賣兄弟，佢乜都做齊。若然未報，時辰未到，當你有犯罪幾逃受，注定係一條死路。罪惡之城，黑白太唔分明，係上帝光明定係魔鬼嘅心聲？你即管繼續自甘蕩蕩，埋沒人性，到最後審判之日，你嘅一切一定無所遁形。點解？點理解？從你心裏無恥的壞世界已變曬，越變越快，變態越變越怪，心願都是罪。網絡情人近年不斷發生，他用最誠懇的口吻哄受害人現身，為滿足一己私欲，他用毒切個局，將你捉去四二零，肉手法極度殘酷，但最防不勝防並不是色魔，可能是你身邊最親最信任那個。每一次被侵犯，你都諗住叫不好，他粗魯粗暴揞住你把口，令你叫不到。成魔之路，限人止暴，我不想知道，為錢為愛情可以變得咁殘酷，殘暴虐待殺害。